喂，你在哪儿呢？在家呢。我后悔了。听见了吗？我说我后悔了。你是不是喝酒了呀？走开，我想你了。不想，在家我需要睡觉呢。你真的这么绝情啊？那个，给你找个代驾，把地址发过来。你知道吗？你欠我十年。欠我十年。你先挂了电话，我发个东西给你看。王宇打的，他喝多了。我洗澡去了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哎，狗蜜啊，你这么大早就出去啊，干嘛去啊？啊，啊，我去考察考察。考察什么呀？就我从贝壳找房上看了看安陆街的房子，好多店铺生意特别好。我这不心想，每天在家闲着也不是个事儿嘛，我想开个店。开店？嗯，我觉得这个想法挺好的呀。我是一直不赞同女人在家做什么全职太太的，那有能力的话干嘛不出去工作呢？是不是？嗯。那你想开一个什么样的店，跟我说说。我之前不是做过空姐吗？嗯。出国机会多，我又积累了一些小的人脉，我想开一个高端化妆品店，或者我会做蛋糕，开一个蛋糕店也行，但具体我还没想好。妈，您觉得呢？我觉得都可以啊，如果你想做的话就去做吧。啊，所以我这不就去看看安陆街的租金吗？我算了一下，我手头的钱租个几个月应该没什么问题，然后我就可以把……我觉得那个钱啊你就自己留着吧。你没听那个邹凯说过吗？我们家在安陆街啊有好几个门面都是空着的，你要开店的话那就拿去用吧。真的吗？嗯。那你就算是最大的股东。谢谢妈。哎呦，您真的太好了。行了，你看全身都是汗，赶紧去洗洗吧。啊，行，谢谢妈。我去洗澡了。嗯。糖果店、冷饮店、花店、咖啡店、
咖啡店开店流程，开店流程，开店流程。产品类型，根据自己经济实力选择。哎，赵姐啊，哎，来，请进，请进。我给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妈啊，一会儿有什么不明白你就直接问我妈就行了。哎，您放心吧。妈呢？我上班了。快去吧。好，好，来。你好，那个。柜子里有鞋。你放那儿啊，一会儿我来脱。来，我来脱吧，您歇着。你先喝口水，给你浇的。不用不用，我来脱。依依妈妈，嗯，我都忙好了。坐下一起吃饭。啊，不用不用。对了，这饭菜不知道你们爱不爱吃。如果不符合胃口，我再改进。行，我们一会儿试试。那个，你一块儿吃吧。不用了，你们吃吧。家里还有事儿哈。啊，行，那你就走吧。明天早上见。好，再见。嗯，好的，好，谢谢。啊，那您送了啊。好，再见。慢走啊。那这怎么样啊？我觉得还不错，特能干。从进门开始就没闲着，像陀螺一样转着。没停，哎呀，好喽，钱都在那白花。再过段时间，他跟依依再熟一点，你就彻底轻松了。但是，我感觉啊，以我多年的经验，这个菜可能够呛，他那个程序不对，你知道吗？咱们先放什么，他偏后放什么。哎妈，我觉得你不能按照你那程序走，你看颜色都很不错的，你先尝尝，对吧？当然，咱希望好，是吧？对。这人确实还是非常非常能干的，太好了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这是放了二斤盐吗？咸了，太咸了！老公，咱俩当时是怎么想的，选的他呢？怎么了？有那么夸张吗？我记得当时他是说自己做饭不行，挺实在的，比其他那个强。哎呦，我听着了，绝对不夸张。吐桌子上了，我不瞎说吧，绝对不瞎说。我再尝尝这个，也许这个还行呢。也不行，一个咸死，一个淡死，没味儿。哎呀，一丁点味儿没有，这怎么办呀？哎呀，匀匀就合适。哎，没事儿，他呀。就想展示一下，嗯，没事儿，明天我教他，我一教就行。没关系，实在不行啊，我妈呀。那个老公，来，你吃这个蛋。这不是我妈，其实她做饭也一般，是吧？对。既然都一般，就凑合吃吧。啊。对。对的，关于设计我还有一些新的想法。嗯，我已经出发了，我们商铺见。汪雨姐，汪雨姐，你有时间和我聊一聊吗？嗯，
我婆婆看我成天在家无聊，闲来无事就让我和朋友投投资开个小商铺，这不正好吗？邹家有一个商铺空着，我想了想吧，我觉得这个甜品店不错，姐姐你觉得呢？你是故意的吧，姐姐？人在这个世界上，一旦有了自己想要守护的东西，就得拼尽全力。而我的女儿笑笑，现在就是我最想守护的东西。所以我必须要有自己赚钱的本事。所以只要我还是邹家儿媳妇一天，邹家的资源就是我的资源，让我把这些资源拱手让人，不好意思，我办不到。你这个小伎俩邹凯知道吗？无所谓啊，从邹凯认识我的那一天起，他就认定我高密是另有所图，这再糟糕能糟糕到哪儿去呢，是吧？嗯，姐姐你就不一样了，你在邹凯的心中那可是完美的女神，没有一点点的瑕疵，所以女神怎么可能跟我抢商铺呢，对吧？有损你的形象。算你狠，彼此彼此。我不过闲来无事，聊以慰藉吧。只可惜，你低估了我们俩的感情，也低估了我在邹凯心目中的位置。下班了，王医生。哎，今天你方便吗？来了。你早来了。啊，想喝点什么吗？鲜榨橙汁。一杯橙汁，谢谢。好的，稍等。有事儿？我觉得你和戴维的事情能不能再考虑考虑？考虑什么？我今天看见戴维了，他带着上次那个婚礼的那个女的和孩子在医院，我觉得这件事情你有必要知道。哎，服务员，哎，帮我换杯拿铁吧，谢谢。哦，好的，稍等一下。就这事啊？哦，还有，上次周岁宴有点太不礼貌了，你能不能替我向高密道个歉？只跟高密道歉？跟戴维吗？我觉得没这个必要。你那天到底为什么跟戴维打架？为什么？我不想说。但是我觉得那个人不靠谱。戴维靠不靠谱，我比你清楚。我们俩都认识十多年了，我就特别奇怪你们俩那天到底为什么打架，我一直都想不明白
你说你这个人老实巴交的，也不像跟人动手的样子，他怎么就打起来了呢？多大的事儿啊，你们俩也没什么深仇大恨，为什么呀？说啊，说话啊。你好，您的咖啡，请慢用。哎，咱俩认识多长时间了？时间不短了吧？好像挺长时间了。你觉得咱俩算什么呀？朋友？好朋友。还好朋友呢？啊。那你觉得我人怎么样？很好啊。我觉得你人也很好，但是可能咱俩以后也就只适合做朋友，你觉得呢？谢谢你啊，谢谢你今天约我来特意提醒我。不过戴维这事儿我知道，我让他去的，孩子病了嘛，作为父亲他必须得去啊。还有事儿吗？没有了。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服务员买单。老婆，走，吃饭了，吃饭。我不想吃。怎么了？累了？今天？不是，我就是觉得，哎呀，我最近堵得慌。堵得慌？嗯。那就是累了，堵得慌也得吃饭，是不是？啊，不想吃。妈挺辛苦，给咱做了一桌子菜。我的小爱爱，你俩干嘛呢？吃饭？来了，妈，走。哟，今天怎么了？这是？嗯，我指导的结果。不错，不错。好吃啊，比以前好吃多了。我尝。嗯，还不错。嗯，哎，而且这带孩子带的也可以，是吗？嗯，他跟依依做那个游戏啊，原来好多我都没见过呢，特新奇，依依也特喜欢。奇了怪了，他进步怎么那么大呀？嗯，挺好。这么好吃啊？好吃好吃，多吃点。嗯。我来了，亲爱的。Look at your hair. Beautiful rose for a beautiful woman. 医院买的吧？那应该去看望病人。No, 你误会了，你误会了。我今天我的孩子他发高烧了，所以我没有时间跟你说了，来不及。我们就去医院了，那你不要跟我生气了好吗？我跟蕾蕾呢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我一点都没误会，而且十分支持你今天的行为。你是个父亲，理应去尽你的责任。王德全跟你说了是吧？
谁说的重要吗？亲爱的，在这里有这么多的医院 ，OK， 是我决定让他们去那个医院，他们去王大全的医院，因为我不怕，我不怕被他看到 ，OK。如果你还不相信我，如果你不放心的话，那我以后跟他们不联系了 ，OK。我现在给他打电话，我说清楚。没这个必要，戴维。那本来就是你的孩子，他病了。你就去多陪陪他，我好得很，以后没事别来了。点灯，点灯，点灯。这就好了。对，开始。哎，老公，你觉不觉得这两天赵姐的功力有点突飞猛进？你才发现？嗯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还特意问了一下她，她跟我说啊。他每新去一家，都有一套这个抓糖果理论。知道何为抓糖果理论吗？不知道。啊，就是你这个卖糖的时候啊，人称一斤啊，一把抓上去啊，九两，然后再一颗颗往上加，和这一把抓上去一斤二两，一颗颗往下减，这买主的心态是不一样。你的意思是，赵姐呢，先到咱们家。然后让自己做得普普通通，如果这样雇主都能接受的话，那他就做得再好一点，雇主呢就会心花怒放，是这意思？哎，老婆，你说他这算智慧啊，还是算心机啊？我觉得是智慧加心机。不能往深了想。但总的来说呢，咱算找对了，是吧？这也算我的功劳吧？啊，你这辈子最大的功劳就是娶了我。哼，快点去！聊手机呢。姐，你帮我想想办法吧。我好不容易争取来这个机会，我千万不能搞砸了。我知道。哎，化妆品怎么样？我想过啊，可是你也知道，现在做化妆品代购的人太多了。这没什么前景啊，不行。是。餐饮呢？民以食为天，而且你想，中国人对吃那么有研究。哎，我觉得这个靠谱啊。是吧？嗯。哎呦，不行，这我对这个餐饮吧，我一窍不通。没关系，我有几个朋友是做这个餐饮连锁推广的，我可以介绍给你。真的啊？嗯。你方便的话，你帮我联系联系呗。哟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客气了？没问题，有消息我告诉你。好，谢谢姐。看你哭啊！你们俩这么急着把我找来，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事儿？告诉你，坚决不能和那个大卫复婚。对，我还想问你呢，你怎么想的呀？说点别的吧，啊？不能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，知道吗？你是不是故意在王大夫面前那么说的？点点喝的啊，别转移话题。这我觉得两个人相处吧，最好的状态就是互补，一热一冷，这温度刚刚好。可是你跟王大夫都属于冰山高冷型，就算有小火苗也很难点燃。我和他真没什么火苗，那你也不能再往大卫那火坑里跳啊。就是，虽然大卫他热情似火，和你刚刚好互补，但是听到没，姐说的对，这就是个火坑，你千万不能跳。我没那么傻。哎，我觉得大卫啊，出轨非常及时，因为及时的让你认清了他的真面目。话又说回来了，我还是觉得你跟王大夫是最合适的，是吧？是。要不这样，我呢做一下你们俩的助燃剂。你想干嘛？我给他打个电话。哎哎，干嘛？哎，你赶紧放手吧，我们再帮你助长你们的小火苗。哪有火苗啊，刘爱？不知道。喂，哎，王医生，你赶紧放下。现在忙吗？那我跟你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啊，
就是我小姨啊，她根本就没想和大伟复婚，对，她就是为了气。我觉得作为男人吧，有什么想法就应该说出来，别拖拖拉拉的，抓紧时间，抓住机会，好吗？嗯，好，再见。跟我这演的吧，演的挺像啊你。喂，喂，王医生没挂的吧？喂，你听见了吗？我小姨说你演呢，你演了吗？快，行，那我挂了。哎，好嘞，你根本就没打通你。说什么？他说，喂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笑吗？笑，他听起来很高兴啊。高兴吗他？你讨厌。我不了解他呀，你对他最熟悉啊。你最讨厌了你。王医生他说你最讨厌。小凯，汪小姐来看你了。张姐，把这个蛋糕先放到冰箱冷藏一下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行，你们聊啊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啦？不欢迎我啊？上次是我乱发脾气，是我不对，我特意买了蛋糕过来赔罪来了。坐吧。笑笑，乖乖。笑笑。哎呀，笑笑。哎，姐姐来了呀。你也在啊。坐啊，姐姐。坐吧，姐姐，别客气啊，来来，老公抱抱女儿。笑笑，让爸爸抱啊。笑笑，哎，姐姐，你今天来是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上一次笑笑生日宴我没能来，这次过来看看他。您太客气了，您跟邹凯是好朋友，您这次能来我们一家人都很开心的，真的。妈妈在。哎，邹凯，你有这么大度的妻子，谢谢，真是有福气呢。笑笑，既然来了，吃顿饭再走吧。来，笑笑，爸爸抱。嗯，好，走。请随意，别客气。真是好久没有吃到这种秘制牛排了，真的很想念呢。嗯，味道还是之前的味道，一点都没有变啊。其实，我让张姐改了一下菜谱，在沙拉里加了坚果，牛排里放了迷迭香，姐姐你没吃出来吗？是吗？那可能是记忆中的味道太美味了，不想忘掉。可是我听说，只有年龄越大的人才会记忆衰退，味蕾也会越来越不敏感。可是姐姐你又不老，为什么味蕾会衰退呢？其实我认为，跟时间认输的人才是最悲哀的。姐姐，我觉得你心态真好。我在想，如果我到了你这个年纪，我还能像你这么不服老的话，那真的太好了。年纪大也有它的好处啊，比如说，经验会多一些。哎，对了，你那个店铺如果有什么需要我的，一定要告诉我啊！我希望我能帮上你。
方敏。嗯。什么店铺？就是，你不知道啊。哎呀，我就是那个288号。高密说想去创业，就拿去了。不过还好，幸好我们两个没有签合同，要不多尴尬啊！好像我夺人所好似的。这种事情，以后能不能提前跟我商量？我知道了，老公。王宇。嗯。店铺，我再给你找个新的，不着急。哎呀，我们两个不用这么客气嘛。再说了，你也不应该责怪高密。虽然我跟商家那边合同作废了，只要不影响你们夫妻感情就好。不会啊。我老公从来不会因为这种小事跟我生气的。老公，你去吧，你的小情人才几分钟不见你，又开始想你了。我先失陪一下。我和张姐还研究了不少新菜，欢迎你随时来尝。我觉得这口味太重了，不适合我。可是我老公喜欢就够了。你的客人已经走了，你不去追吗？你敢希望我去追吗？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，能拴住你的是女儿，不是我。高密，你不要以为你拿商铺干什么，我不知道。还有，我之所以把商铺给汪宇，是为什么？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？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？你的意思是，赵阿姨有事儿，你来这儿替她几天？对啊，我跟赵阿姨啊是亲戚，我们都是做保姆的。最近啊，她老公生病了，所以她要回去照顾，就让我来帮帮忙。啊，那个工资问题，嗨，没关系的，多少都可以。一看你们二位啊，就面善，绝对不会让我白干的。其实啊，我特别喜欢小孩子，我以前是做月嫂的啊，只不过我自己也有孩子要照顾嘛，现在就不能做住家的了，所以啊，就做保姆了。啊，对了，孩子醒了吗？我可以见见孩子吗？我们带你去。哎，好。嗯，妈，哎呀，这孩子好可爱哦！宝宝叫什么名字啊？
哦，我儿子叫依依。啊，依依，跟阿姨认识一下吧。哎，依依。妈，这是新来的王阿姨，这是我妈。哎，你好，叫我小王就可以了。哎呀，宝宝，依依，儿子，依依，跟阿姨认识。这是王阿姨，这是。以后妈妈上班了，阿姨给你讲故事好不好？嗯，去。怎么了？你们找的保姆？不是，赵阿姨有事儿，然后让王阿姨呢临时来替几天。穿成那样，你这牛仔裤都破的，然后身上就……人流行。找都找来了，试试呗。我觉得是这样，谈吐还可以，所以呢，咱们试试。再说要真有问题，逃不过你那火眼金睛啊，对吧？行，反正没事儿，试试再说呗。欢迎回归啊，杨总监。既然回来了，我就给你提两点要求。第一，上班可以迟到，但下班不能早退。第二，下班可以早退，但上班不能迟到。记住了吗？哦，好，那没事，我先忙去了。哎呀，哟，看姥姥来了，是吧？哎，哎呦，买菜是吧？是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保姆啊，真不能用，太招摇了。你还得给那个赵姐打电话，看看她能不能回来。不是，妈，那个我已经给那个中介打过电话了，他们说赵姐现在最近可能回不来，而且现在啊没有新的保姆，要不咱先凑合用用啊？凑合不了。你看他那个样儿，他就不是干保姆，那个气质什么都不对，哪有穿成那样的呀？妈，现在年轻人都穿成这样，挺正常的。哎呀，你要非要试就试试吧，但你看，看我说的准不准？起呢，你想一会儿叫他，别迟到了。不吃早餐了？我不吃了。今天王阿姨过来上班第一天，有什么不会的你教她啊，别急。嗯，哎，王阿姨这么早啊？儿子一早上学了，我也没别的事儿。快进来吧。哎，正好我上班去了啊。哎，好，我家里有什么事儿，麻烦你了哈。行，你去吧。好，拜拜。嗯，辛苦了啊。来了，啊，依依还没醒吧？嗯，还没呢。我来吧。那个，这个皂你会用吗？会呀，这摩碟皂嘛，现在最流行了。嗯，您去吃饭吧。我得叫女婿起床。哎，我来。阳光，那个弄好了没有啊？该上班迟到了啊。哎，赶紧吃早餐。知道了。哎呦。嗯，快过来。对，先生早。哎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啊，好，谢谢。没事儿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妈，我得赶紧上班了，我来不及了。不吃了。上班了，我时间来不及了。那个，你吃早餐了吗？哎，我吃了。您吃吧。依依是不是该醒了呀？你干嘛呢？一个照片擦了半个小时。杨先生这张照片太像我初恋男友了。哎呦，当初如果跟了他呀，就过不了今天这苦日子了。
杨先生做什么工作的？哎，差不多行了，去看看依依吧。哎，作为世界的领导国家，安德鲁·罗杰斯正致力于发展这个传统，他的任务就是以超大规模创作。我现在不方便接电话。小王啊，阿姨，看孩子的时候能不打电话吗？哦，跟临时来了个电话。孩子正学翻身呢，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呢？哎，我明白，您放心吧啊。我跟你讲啊，这是一份工作，工作的时候就要一心一意。嗯，好。爸爸妈妈挺漂亮的，弟弟可爱吧？哎，长得不像妈妈呢，长得好漂亮。哎呦，弟弟可爱吧？你们也都是这小区的是吧？小王，小王，哎，上楼了。来了来了，好了，我们先走了，改天聊啊。哎呦呦。出不去，我在家呢，想我孩子睡觉呢。我给你保证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。只要我们这次见面了，我一定在你世界里消失。但是如果你不来见我，你会后悔的，后悔没有看到我最后一面。喂，喂，走开！你不能去。他今天情绪失控，我怕他会做傻事。你怕他做傻事，你就不怕我做出傻事吗？高敏，我把他处理好，我就回来。你给我站住！走开！尤当，我求求你了，你真的别走。高敏，你相信我行吗？我不相信你。我处理好了，我再跟他不联系了。你别走。今天不能给我住这个家门，你就是不许走。康敏，我真的怕他出傻事。他出傻事，我就不会出傻事吗？你没有在意过我的感受吗？你让开，康敏，你相信我。我不相信你。我再跟他不联系。不许走！不信你，不许走！康敏，我真的。我求求你，相信我，你相信我。不许走。相信我，我再跟他不联系了，好不好？不行，你不能走，求你了，不行。高斌，走开！你要是受了这个门，你就是不要被嘲笑了。不许。
我跟你说啊，这阿姨得换。嗯？我觉得这个阿姨有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打几电话没完，还偷偷摸摸的，肯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。哎呦妈，人家还没点隐私啊！你说她一个女人带着孩子，你跟朋友聊聊天呗，很正常。工作时候聊天，依依谁管呢？而且吧，见着谁都自来熟，聊起来没完没了的。我感觉这女人说不好听话就觉得不正经。哟妈，别那么说话。怎么说呀？你说换不换吧？那你说要换，咱得给人个理由吧？什么理由啊？就是你妈看着她不顺眼，感觉不对。咱自己花钱，咱不这说话不就换了吗？有什么不行的呀？妈，你说啊，您别激动，现在找个保姆挺不容易的，有什么事好好商量，是吧？不容易也不能将就啊！依依是咱的宝贝，哪天给你抱走了，那哭你都找不着地方。妈，没那么严重啊。就是，换不换吧？我说话不好使是吧？不听是吧？妈，哎呦，这怎么这么大气呀？你说这暴脾气像谁呀？王源，王源，王源，你想干嘛？你到底想干嘛？你能陪我去个地方吗？你去哪儿？去一个一直想去但不敢去的地方。现在有你陪着我，我就不害怕了。王源，你开慢点，你冷静点，得不到就不如毁了他，这是最好的办法。王爷，你要干什么？停下来，你停下来，走开。你现在知道了吗？如果得不到你，我宁愿去死。一起死！不管怎么样，已经不可能再是我心目中那个完美的王宇了。生气了，来吃个葡萄。你说这小爱这神经怎么那么大条啊？是，一点也没随您是吧？按理说我不该发这么大火，你们的事儿我可以不管，但是我看在眼里，这个人就是不行。你说我能不说话吗？我能憋得住吗？别生气，别生气，吃个葡萄嘛。啊，你看今天早晨，哟，你那一穿衣服，还跟你去帮忙去吧，还动手动脚的。不是。人家可能就是个自来熟的性格，就帮把手而已。跟谁帮手啊？跟你就不行，知道吗？他总这样了，
长此以往，容易你跟刘爱兰弄到矛盾，你知道吗？想得太多。不是说你有什么，你肯定没什么，但是怕他有其他的想法。怎么会？人不可貌相，而且我活了这么大岁，我看得准，这女人呢，就是有点不检点。坚决不能用。你呢，没事的时候跟刘爱做做工作，侧面的跟她说一说，好不好？以除后患。你别生气了啊，我跟她说去。哎，您吃个葡萄。啊，我给我拿着纸巾。好嘞，好嘞。嗯，算了。今天都死在这儿，我不怪你。如果死能结束这一切，我认了。如果能弥补这一切，回家吧。我们俩结束了。性格上大大咧咧吧，不什么意思呀？我大咧，大概意思就是他看见人家王阿姨白天帮我弄了一下衣袖子，就嫌人家对我动手动脚，啊，怕你知道了生气。怎么了？王阿姨对你动手动脚的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你帮大手。王阿姨看人了，看上谁了？你想哪儿去了？这才来干几天活？王阿姨怎么可能看上你？你那么帅，别开这玩笑行不行？你妈还生着气呢。我知道，不是王阿姨那个人就是性格比较开朗。那你说她带衣带的多好啊，活干的也好。就是我妈，她喜欢小题大做。哎呀，气生，过段时间就好了。那么看得开呀、啊？嗯，不然呢？我妈什么性格你不知道啊？行，没事，睡觉。哟，怎么了？我把葡萄全搁你妈那屋。你不就是给我妈吃的吗？你怎么那么抠啊你？抠死你了！抠死你了！我来吧，给，麻烦你了。
你好，您是502的业主吧？对。你们家最近是不是新聘了一个阿姨啊？是啊，怎么了？啊，也没什么，说出来啊怕你笑话。我们家那口子啊，不知怎么加了你们家月嫂的微信，两人最近经常聊天，还不让我看。啊，我就问问，你是说王阿姨吗？啊，是啊。你说你家月嫂跟我们家男人有什么好聊的？我觉得是这样，可能是有什么误会吧。哎，那女的多大岁数啊？什么来历啊？你清楚吗？王阿姨呢40多岁，离异家庭，一个人带着儿子，儿子在念高中，其他的我倒不是很清楚。啊，离异了也不能勾搭别人家的男人啊。你也别这么说，我觉得王阿姨不是这种人，应该是误会了。误会？你要自己小心一点，开除你们家男人。大姐早，早。哎，对了，陈端，我跟你说，前两天我们小区出了一个特大的事情，别人阿姨把一个孩子拐跑了。啊？现在那孩子也没找到呢。还有这种事儿呢？那可不是。所以说，现在这知人知面不知心，那找保姆啊，就得找知根知底的。哎呦，真的是。我听说你姐家不新请了一个保姆吗？人怎么样？啊，那保姆挺靠谱的，那保姆是我们老家联系的。啊，那就行。小爱爱呀，你现在有事儿没有啊？你能不能赶紧回家？是这样啊，我这边要换水表，我出来了，家里现在没人。啊，没事，王阿姨在家呢。就因为她在我才不放心呢。没什么事儿吧？什么叫没事儿啊？真有事儿就什么都晚了。行，那妈，我这边还有个会，开完会我就回家，行吗？不行。好了，不跟你说了啊。哎。今年下半年，我们力争要在去年的基础上把销售额提高10个百分点，也就是说，每一季要提高5%，每一个月要提高1.66%。我相信对于在座的各位来说，这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那大家有没有信心啊？有。刘爱，你有什么问题吗？什么？有问题吗？我没问题。嗯，好，行，那会议就到这里，我们散会吧。大公，有件很紧急的事情，上次你推给我一个度假酒店的案子，你还记得吗？恐怕我们现在得出趟差了。出差？就高总那个案子？他刚刚通知我说他今天有时间，想让我们过去聊聊。我看了一下，路程还有点远，估计聊完了，我们晚上得住在那儿了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我也想早点跟你说，他这刚刚才通知我他有空。你也知道，我都约他约了好多回了，一直都没约上。他今天好不容易答应见咱们了，哎，你可得跟我一起去啊。这案子是你策划的，我一个人去可不行。哦，行行，我知道了。行，那你收拾一下，赶紧过来吧。啊。
这太巧了，我正要给你打电话的。什么事儿啊？你找我？啊，我今天可能回不了家了，我得出趟差，然后地儿有点远，办完了得明天再回来了。啊？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还想让你回家看看依依呢。啊？怎么了？我有点担心啊。那有什么可担心？不是有王阿姨吗？关键是王阿姨电话关机了，我打不通啊。哈，那说不准人手机没电了呢。你要实在不放心，我现在回趟家行吗？你忙你的，我回去吧。好了，挂了。好，随时联系啊。想说回来看看的啊、哦！哎呀，啊，妈妈回来了！我打家里电话怎么不接呀？啊、哦，我刚才带依依到楼下晒太阳了，没在家。手机还关机了。嗨，一到楼下手机就没电了，我这不刚充上电吗？哎，不好意思哈，让您担心了啊。没事。妈妈抱。哎呦，依依可乖了。儿子，哎呦，想没想妈妈？我去开门。好，哎，谁来了？嗯，是谁呀？干什么呢，儿子？谁呀？啊，找错了。哎，你不是还要去公司吗？把依依给我吧。那个不用了，我想着公司也没什么大事儿，就不来回折腾了，在家陪儿子吧。啊，那也好，你喂依依喝奶，我去收拾一下厨房。好嘞。哎，哎呦喂，儿子，喝奶呢。还有一段路。嗯。李天儿，你为什么不吃？我不饿。你心里有事是吗？我是有几句话想跟你说。OK， 等一下，我有一个东西要送你的。这什么？我知道我以前的行为让你没有安全感，但是我以后弥补你。
我已经签过了，你来。这我不能签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能跟你复婚。亲爱的，我做了这么多，你还不相信我吗？ OK， 这样子你跟我说你要我做什么，我都愿意为你做。戴维，你什么都不需要再做了，不是你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，好吧。我那天说复婚其实是一时冲动，我回去已经认真的想过了，我们不可能再重新开始。但是我想重新开始。可能了，戴维。 Never。 OK， 现在我们不要说这个。 OK， 你先吃，这个牛排真的好吃。来吃饭。刘爱，阳光不在，真不用我陪你吗？陈姑娘，没事，你家里还有孩子要照。行，那这样有事儿你就给我打电话啊。好嘞，走了，注意安全啊。哎。这些人都疯了吧？大市民踊跃提供线索，本台这有人抓着虐待枪毙。早知道他走了，我就不来了。什么意思呀？我坐在家里，我就紧张啊，我就担心。真的，你没听说现在那个拐卖孩子的多吓人呢？我跟你说，从现在开始，咱家必须时刻得有人得盯住了他。妈，我觉得人王阿姨人挺好的啊，是不是咱们想多了呀？你说我疑神疑鬼啊？行，你看谁都好，就看你妈吧。我妈最好，这不都为了你啊？我知道，小心点没坏处。好，听你的，慢慢观察啊，别太大意。哎，阳光哥，你不会喝酒还替我挡酒？没事，我还能喝。哎，二妹到了。二少爷到。哎，你别管我自己。哎呀，别闹了。这是什么地方？
行了，快起来，这门口。哎，你快走，你别管我。我送进去。没事，你别管我。我到家了，你快走吧。你快走，你快走，不用了。你快走，你快走。哎，你快走，你别管我。我送进去。快起来，这门口。你快走吧，快快走吧。起来，起来。一会儿大刘就来了，万万不能让他知道啊。跟大刘什么事儿？我喜欢的是你，又不是他。你喜欢我干什么？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住这儿吗，冯康？哎，我没事。哎，一会儿大刘该来了。我已经来了，来。哎，我没让你管。来，走吧。哎，别走，我没让你走。哎，赶紧走啊，亲。走了，进屋了。晕头转向的，我真的我就记得你后来把我给扶到屋里，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这还齐楠跟我说了个大概，你能别这样吗？能不能别跟双打的茄子似的说句话？早你怎么不跟我说呀？明知道齐楠喜欢的是你，还让我去追，都拿我当傻子。那是我让你去追的吗？明明是你一开始看人小姑娘长得挺漂亮，屁颠屁颠天天跟在人后边，这么大的公司自己不打理，跑到人家这打工去，是我让你去追的，而且我也一直在撮合你们俩呀。那你没追到，你赖我。我要不是亲眼所见，我还真不敢相信，我这还剃头挑的一头热呢。齐楠真的是一挺好的女孩，你自己你不争气，你怪我。我正经，我是有家的人，我有老婆，我跟他就是正经同事关系，我能怎么跟你说？我说什么呀？我说什么不是多余啊？你要是早点告诉我，就不会出这种事儿。想明白了，这职我是肯定得辞，我不是为你，我是为我们家刘爱。齐楠，昨天的事情闹成这样，非常抱歉。我想过了，我真的不适合再待在南家。OA 里有我的辞职报告，还请批准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既然你不可以跟我复婚，我也没有继续留在这里的必要，所以我决定离开这个伤心地，我准备回国。你回国？真的吗？对呀，飞机票已经订了。约你来这儿，就是跟你告别。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
那你就多保重吧。戴维，无论如何，我们两个夫妻一场。如果将来你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，随时联系我，能帮上的我一定帮。谢谢，谢谢你，亲爱的。戴维。没事，他们两个在找我。没问题。你先走，到了以后说一下好吗？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没问题好吗？一路平安啊。没问题。 OK， 拜。戴维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回去啊？给我一点时间就好了，你们要相信我，我说到做到。你今天必须把没问题。 OK OK， 是这样的啊。你不是爱跑吗？你跑啊，跑吗？爱跑是吧？再跑一个！住手啊！住手！啊！你们俩赶紧住手！我告诉你们，我已经报警了。你们再不走的话，马上警察就来了。大卫，我告诉你，我再给你一礼拜时间，如果再不还钱，就是打你这么点。走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我看看。哎呀，来，你先起来。啊，他们为什么打你啊？我最近我的公司生意不太好，所以有一个小的问题。我跟他们借了一点钱，谁知道我一直没能周转过来。你借了多少钱？你借了多少钱？不是你的问题，这个是我的事儿 ，OK？ 你不需要知道，不需要。来，起来。这边，来。我陪你去医院吧。没事，没事，没问题。Everything will be fine, OK? Let's go. OK. 儿子，妈妈现在只要看到你，就什么愁事都没有。是心太软，心太软，总是一个人流泪到天亮。你吃多了。小爱爱，别给我装糊涂啊。那件事考虑怎么样了？我还不知道呢，这两天太忙了。你到底跟不跟他说吧？再等等吧。啊，等什么呀？刚才接个电话又出去了，鬼鬼祟祟的。你要是不好意思说呢，我说。别嘛，你说话那态度容易让人……那你说，总得有一个人说吧。哎呦，你让我忙完这段时间行不行？借口。我这心慌，你知道吗？家里像埋了雷似的。回来了，老公。啊，怎么着？开家庭会议呢？啊？回来的正好。怎么了？依依爸爸，你有什么事就直说吧。啊，那个。这怎么样？这在我们家干的还都挺顺利哈，挺好的呀。依依特别好带，又懂事，是啊，你们大家对我都那么好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，家里没什么事儿是吧？没什么事啊，你怎么了？没怎么。磨叽，这么点事儿多半天了。哎呀，王哥那性格，你说你让他去说，他能说明白吗？阳光，来一下。
哦，好。那个，吃点水果。啊，稍等。能办点什么？啊，就这么两句话，磨磨唧唧的。我跟你说，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妈，辞人总得有一个理由啊！我跟人家说什么呀？我跟你说，我媳妇担心她跟人贩子有勾结。哎，不能那么说。那我说什么呀？我说，你早就应该出去。哎，王阿姨，别管。有个事儿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下。依依妈妈，嗯，我刚好也有件事想跟你商量。那你先说吧。那个，我不想做了。他不想做了，没咱什么事儿啊。正好吧，你不用负担了。挺好。回头问我，您跟我来，我们讨论一下这个方案。哎，刘爱，等一等，你新交给我的两个 case 我看过了，真的挺好的。不过回去我想来想去，还是算了。为什么呀？投资也不大。一千万也不小了。要是再小的话，赚不到什么钱了。主要是，小丽现在手上那两个早就过会的案子还没做完，垫资也得1300多万，你应该知道的。就是你生孩子前做了两个，我明白你的心情，其实我都理解，你就是个闲不住的人。要不这样，你和小丽商量商量，你们一起做这两个 case， 反正也是你让给的。好，就这么定了啊。拜拜。现在方便吗？咱俩聊两句。姐，你稍等一下，我把手上的活干完啊。好，不急。搞定了。姐，你坐。不错啊，觉得特别好。你现在进步非常快，照这个速度，用不了一年的时间，你很快就能升职了。姐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还是我先说吧。啊，我手头上的两个案子都是您给我的。说实在的，如果不是您的话，可能我在短期内是接触不到这么大的案子的。所以，我由衷的感谢您。你能有今天的成绩，主要是你有能力。我能有今天的成绩，每一次提案，每一个 PPT， 都是我一个通宵一个通宵熬出来的。与客户之间的信任是我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。还有默默和陈端来的时候，什么都不会，是我手把手把他们教出来的。现在案子快要完成了，我甚至连酬金申请表都写好了。老板一句话，让我跟您一起做。姐，您让我把您放在什么位置？如果您是我的话，您会怎么做？
咱们在一起有快4年了吧？你从出道到现在，就是我带着你，一路看着你成长，替你高兴。但是我想告诉你，这个圈子里，首先要人品好，然后才是能力。如果人品不好的话，没有人会愿意跟你合作。还有，你说的分成，我压根就没想要过。这也算是当姐姐的教你最后的一课。姐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也要在这个城市生存的，我也有我的苦衷，你不会要去跟老板和客户说什么吧？你转告老板，明天开始我不会再来了。还有，祝你好运。有心事儿啊？发什么呆啊？啊？怎么了？不是我病了呀？怎么病了？发烧啊？你知道以前，我总觉得吧，只有在工作时候的刘爱才是最充实最快乐的，而且为了让依依能有更好的生活环境，我觉得我应该回去上班。可是现在我觉得不是这样，我每天患得患失的，我害怕，我甚至害怕你不要我。说什么呢？你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？要不就是吵忧郁症又犯了。阳光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依依在睡觉，晚上回来的时候依依也睡了，我根本没有时间跟她交流。而且他一天一天的长大，长得太快了。你说，我一转眼他都长成大小伙子了，他会不会恨我呀？那你怪过自己的父母吗？对吧？那孩子需要睡觉，他现在小，他醒的时候本身就少，那你能赖谁呀？我说的不是这个。我觉得之前我的观念错了，依依最在乎的应该是陪伴。我希望每天陪着她，看她的变化，看她长大，陪着她笑，陪着她哭。我觉得她应该是想要这个，所以我想，要不我把工作辞了吧。没关系，你自己感觉如果工作不是很开心的话，想多陪陪孩子，那咱先不干了，你就专心的陪着咱们孩子，等你陪够了，觉得自己又可以出去工作了，咱再找一更好的工作，好吧？反正老公也养得起这个家，你开心就好，你做什么老公都支持你。我是觉得儿子比工作重要。那是肯定的。别不开心，来吧，抱抱。开心。
依稀，画什么呢？啊？不告诉你，不能给你看，除非你把高阿姨给找回来。把高阿姨找回来，高阿姨又没有丢，为什么要找回来？既然高阿姨没有丢，那她怎么不来看西西啊？啊，对呀，为什么呀？爸爸也不知道，那你说怎么办？那你把这个给高阿姨，高阿姨看了就会明白，她答应西西的事情还没完成呢。什么事情？不能告诉你，那是我们之间的秘密。秘密？不能看。好，不看，收拾干净。